闺蜜，她很爱玩游戏。我有个闺蜜，她很爱评书语。哇塞，你在玩什么？好像很好玩耶。哦，这个最新的手游啊，它可以连线组队一起玩。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叫我玩一下好不好？没有开过。哦，真假的？没玩。对。反正就是你就选角色嘛，就是你嘛，然后这是你的技能，就是移动啊，你血量在这边，好，对，然后就可以，就我们就可以一起玩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我这样 ，OK， 来玩一次，知道玩一次，来，那个要不要吃啊？吃啊，是吗？被他吃掉了，太慢了，快点，你先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哦，后退哦，你要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，好，对，往那边走，早点讲，是啊，你走到人家里面了，啊，那个红色是敌人啊，你再不要打，你快来帮我。五下快点啊！我白痴了，我死了！到底会不会玩啊？你在干嘛？我不是不会玩，他们教我啊！再帮我五下，你走了吗？我死！我跟你队友才衰嘞！不玩了啦！你不玩就不要玩啊！不要玩嘛！不要玩啊！你在看什么？哦，就最新的综艺节目啊，反正就是讲到最后输了，然后打巴掌，超白痴。又玩看，又蛮好笑。玩这个？对啊，玩这个 OK 啦。不要啊，到时候你在那边恼羞，我才不跟你玩呢。怎么会恼羞？白痴啊！快点。剪刀石头布。玩第一下我先。OK， 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输了，第二下就好。OK， 好，来游戏，剪刀石头布，这个就没有生气哦，没有生气，还要玩哈，可以了，怎么会不玩？石头布，等一下啦。游戏那么认真干嘛？还要这样？你这样是要玩游戏呀？不是越来越夸张，我恼羞你。我怕死，不玩的啦。等一下，不然这样好了。我们来玩抽牌比大小，大的赢的可以吃。好，那我先抽。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好了，我就最近真的也越来越胖了，但是饮料还是要吃嘛。有这么好吃是不是？我相不相信你这么幸运？我们现在赌钱50块。输了也赢了10块 ，OK， 10块，还好。来，3、2、1。10块，这个哈，这个其实有些人的命就是不一样啊。再赌100。100块。100块。也是可以的，100块啊。3、2、1。你的命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来100块，我就不信。我跟你讲，再赌1000，好不好？1000太多了。1000还好吧，就当一起吃个饭而已啊。林子宏，好。3、2、1，有了吧 ？No。就是这样了，分享啊。我这边哦。所有的钱啊，我说他了，全部赌出去了。好啊，对，我钱还你，我不管。哎，讲你在赌，你觉得我很可怜是不是？你在可怜我是不是？你觉得我很可怜？没有这样觉得，我很可笑。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继续玩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去领钱，我抽10000。刘总好，刘总，那个做牌哦。千万不要跟闺蜜玩游戏。死人了。
的闺蜜拿来背书的，已经过了。顿顿，十二点拍，不抓蛋，大讲话没关系，等哥。笑得很慢。